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八段，看起啊，真实慧菩萨记诵啊，我们还是从第七首啊看起啊。佛法不可觉，了此名觉法。诸佛如是修啊，一法不可得。这首偈前面我们讨论的很多，今天我想想呢，还是从这儿看起啊。为什么呢？它的意思太深太广啊，我们囫囵吞枣的这样念过去，不得受用。啊，什么人才得受用呢？那真是如记中所说的，要觉法，他才得受用。啊，如果不觉呢，那就谈不上受用。这首偈，清凉大师注解不多，但是讲得很重要。这首偈是正贤如智相离，明不可觉，觉悟一照，故名了此。你看，不可觉又有了此啊，要不可得了，方是真修。这很难懂啊！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佛法。法是一切法啊，宇宙之间一切法，是小今天科学家所讲的量子力学啊，讲大呢也是科学家所说的太空物理，啊，时间空间里面所包罗的万事万物就叫做法啊。在这个佛法教学里面呢，用这么一个代名词啊，就全都包括了，一样都不漏了。那么法上加一个佛，佛这个意思是觉悟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对一切法完全觉了啊，就是觉悟，了是明了啊，通达明了。那这个人呢，这个人就称他做佛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是什么意思啊？通达宇宙一切万法的人啊，虽通达
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这人称菩萨。啊，所以菩萨是佛的学生。啊，菩萨修学毕业了，就是圆满了，啊，就叫成佛。啊，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佛法呢是平等法，不但是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教导我们许多修学的方法是平等的啊，《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在人跟事上呢也是平等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真我们讲人事啊，一呢我们讲环境万法，没有一样不平等啊，这个很难懂。如果是平等，为什么我们世间富贵人跟贫穷人差距那么大？哪来的平等？天上跟人间更不平等。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真修真学，我们能懂得佛所说的真实义啊，真实义是平等的，法性平等，现象在法相，法相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体平等，现象跟作用哪有不平等的道理？啊，是确确实实是平等法。啊，可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呢，确实是不平等。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迷了，我们把一切法看错了，想错了，于是我们的言行也做错了啊，所以种种不平等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啊，这中国古老的谚语所谓的自作自受啊，啊，本来是平等的啊，这个道理深啊，理太深，事呢是非常复杂。虽然复杂，虽然深，可以说它有条不紊啊，一点都不乱。啊，像一棵大树一样，你看从树根啊长着这个主干啊，我称为本啊，本再有再生这个干啊，干又生枝啊，枝又生条，条又生叶啊，这棵大树啊非常繁茂啊，任何一个叶你都能找到根本。一点都不乱，
从这个小啊可以遇大啊，整个宇宙啊这个发展啊就跟一棵大树一样，条理分明啊。问题是你要了此啊，你要明了，你要觉悟啊。可是这个了跟觉都很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自己有障，这是障碍啊。它本来不难啊，可是有了障碍呀，把事实真相啊隐蔽了啊，变成莫测高深，变成非常复杂啊，我们找不到头绪啊，探不到底蕴，变成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我们想啊，许许多多同学不是一时了啊，生命是很短促的啊，学习难有止境啊。我们许多同学实际上个个自己都很清楚啊，学佛不是从这一生才开始，过去生生世世啊，像佛在经上所说，无量劫来，无量劫来都没有觉，都没有了，这才知道啊，觉跟了是真难啊。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肯放下啊，不肯放下障碍，这就难了啊。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说啊，二障，烦恼障，所智障，这叫二障啊。那叫三障，三障有惑障，说是迷惑啊，业障，业障是造作，报障，报障是果报啊，特别是六道轮回啊。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讲惑障呢，我们要不迷惑，哪来的六道呢？啊，确确实实没有六道啊，啊，迷惑造成的啊，这个就是三毒烦恼，贪嗔痴啊，这个惑就是愚痴，就是对于一切法不觉不了，这就是迷惑。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啊！现在你看，科学家在这里探索啊，哲学家，还有的神学家啊，用尽了心思在研究，到底怎么回事情。古今中外这些研究的报告很多啊，但是都不能够自圆其说啊，这就知道啊，觉了真难了啊。佛是怎么觉得，菩萨是怎么觉得，
历代这些祖师大德是怎么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啊，把二障放下，把三障放下。啊，怎么个放下呢？不要再放在心上了，你就真放下了。啊，事为障碍，事事无碍啊。理事无碍啊，啊，这个法界本来就是无障碍的，啊，这个地方讲的，特别是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如智相离，那就是不妨碍。啊，如是什么呢？如是事实真相。智是什么呢？智就是觉，就是了。啊，如不是智。啊，不是觉，不是了。觉了不是事实真相。它两个是相离。所以说不可觉。如果我们要用智去觉这个如，去了这个如，这就错了，这就更不好懂了。我们不用智，我们怎么会明了？啊，佛法佛的这个意思就有智就有觉的意思。为什么又是不可以觉？这个道理就很深了。啊，要知道如不可得，智也不可得，这才是真的。你要以为真有个如，真有个智，麻烦可就来了。啊，这什么麻烦呢？这就变成所知障跟烦恼。啊，智跟觉是所知障，如就变成烦恼障，变成报障。这个意思很微细呀。所以清凉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要不可得了，方是真有。那我们今天有得啊，得失的这个念头永远离不开，那你就永远不能入佛门。啊，经典上所用的功夫，世间人称之为佛学，没用处。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滚瓜烂熟，
讲得头头是道，你还是六道众生，你还是出不了生死轮回。什么原因？你有所知障，你有烦恼障。那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呢？六道轮回是这二障造成的，这个你不能不知道啊。烦恼障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执着。所知障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分别。这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这一些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怎么来的呢？自性变现。自性为什么会变现呢？自性本来具足，法而如是。啊，所以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向忍和尚提出的报告五句话，第三句说出本自具足，这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它本自具足，我们好难懂啊。啊，本自具足你看不到啊。在某种因缘条件发生之后，哎，它能生万法。啊，这个理很深。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啊，这种状态之下呢，这个万花筒呢就本自具足。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什么叫语言成熟呢？语言我们从这里去看看它，里面显得像啊，那就能生万法啊，你就不动地去转动它啊，不动转动它，它不动在产生变化，千变万化，没有一个相同的，打开了一看就是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纸。能变无量无边啊，永远变不尽，没有个相同。哎，这小小的东西能把这个道理啊给我们显示出来啊，我们要不要去研究呢？越研究越不明白，不研究，哦，就立刻就悟了，就这么，原来这么一回事情，这么简单。所以，觉了一切法了，再诸佛菩萨了，那就是本来就这么简单。啊，让天人去搞啊，哎呦，越搞越杂。啊，什么哲学、科学一大堆，越搞越复杂。啊，都没有把真相搞清楚。这佛法真妙啊。啊，所以佛教我们只要把障碍放下
啊，特别是什么呢？三重障。为什么三重障不放下了，你不能入门啊？啊，三重障，第一个是傲慢，第二个是嫉妒，第三个是贪欲。啊，叫三重障。啊，有这三种障，就不能入门。啊，即使毗卢遮那、卢舍那佛来给我们讲《华严经》，你要是有这三种障碍的话，你还是听不懂。啊，无论你怎么听，听上千遍万遍呢，你还是听不懂他的意思。这就是自己有障碍啊。啊，如果把障碍去掉了，哎，你就听懂了，你就能够觉了少分，不是多分。为什么呢？三重障去掉之后，还有轻的障碍啊。啊，这个轻的障碍啊，就是惑业苦。啊，三障。迷惑。造业。受苦。啊，迷就是染污。你要晓得，自性是清净的。啊，迷了就有染污，就不清净。啊，造业，无论你是造善业、恶业，都叫造业。啊，你造善业，你所感得的果报，在人间天上，啊，人天福报。你造的不善业呢，你所感得的是地狱恶鬼畜生叫三途。啊，所以三途是你自己不善业变现出来。啊，天上人间呢是你所造作善业变现出来的。本来都没有。再告诉你，现在还是没有。啊，可是你要是不觉，你不悟，你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好像做梦一样，你迷在这个梦境里面，啊，好梦，你在那有乐受；噩梦呢，你在里面有苦受。哎，人生如梦啊，六道是一场。永嘉大师讲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六道众生呢在做梦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如果你觉了了，你就从梦中醒过来了。啊，这一醒过来之后，六道就没有了。啊，这叫真正的觉了。啊，觉了呢就是少分。得受用了。诸佛如是修啊。啊，一法不可得了。他对于这一切法，这一法是一切法。啊，一切法里头皆不可得。啊，不再执着了。你看，不再执着了。就是这个粗的惑业苦的三障啊，放下了。那么在佛法里面，它是
佛的正式的学生，佛学生，因为他拿到学位了，这个学位的名称叫做阿罗汉。是佛门里面最低的一个学位。他所得到的呢叫正觉。他的觉了没错。六道没有了，他到哪去了？六道外头还有境界。这个境界也不是真的。还是在做梦。那六道是梦中之梦，他醒过来了。梦中之梦没有了，但是他还是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分四个等级。四个等级，觉了的深度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它跟凡夫不一样。凡夫是见思烦恼具足，也就是惑业苦三障具足，所以现的境界是六道轮回。现在他把这个放下了，惑业苦放下了，这六道没有了，他还有。所执障没放下了，这个惑业苦叫烦恼，烦恼障放下了，没烦恼了，他还有所执，也就是他还有能觉，还有所觉，能觉跟所觉还是在你。那个迷的程度浅深不相同，所以分四个等级。我们照一般的来讲，阿罗汉执着没有了，他还有执着的习气。习气虽然不碍事，他不会堕到六道，但是他不能再向上提升。所以在声闻法界里面，他必须要把六道里面的习气断尽，真正断尽，他提升。他就不叫阿罗汉了，他叫辟支佛了，或者叫圆觉，他升了一级了，那么在圆觉这个境界，这是四圣法界第二层，真的执着没有了，执着习气也没有了，他有分别，所以。他必须把分别放下，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为什么不分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分别它干什么？你要知道啊，不分别那个心呢，比阿罗汉清净多了。不分别了。阿罗汉虽然没有执着，他有分别。
啊，执着的习气没有，但是分别有，啊，所以得把分别断掉。分别是假的，是个错误的思维，啊，必须要把它舍掉。啊，舍掉之后，它就会提升到第三层了。第三层是菩萨，所以你要晓得，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菩萨虽然没有分别，但是有分别的习气。啊，所以在第三层，他到菩萨境界了，他修什么？就是把分别的习气给断掉，他做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做成功了，分别习气也没有了，他就升到顶层了。第四层的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其实还是菩萨。他没见性，啊，他升到这一层的，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就是分别执着跟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啊，他出不了十法界，啊，就是这个梦他出不了，必须再更进一步，破一片无明。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哎，所以没有分别执着，他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诸位要记住，我们在前面所学的。望经还原观，这宇宙怎么来的？就起心动念来的。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宇宙啊，叫常寂光。啊，一片光明，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华严经称他做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啊，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叫究竟圆满佛。啊，一切众生。禅宗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每个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一体。啊，可是起心动念呢，它就变了。起心动念，它就起两种作用，叫起二用。啊，起心，宇宙出现了，啊，就是整个宇宙出现了，啊，就是什么呢？能生万法吗？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一起心动念，它就变现出来。啊，宇宙就现前了。啊，这个宇宙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宇宙是宇宙的一个角落，太小了。啊，这个地方给你讲的宇宙是无限大的。啊，是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的国土。啊，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也不是一个华藏世界，这不可思议。
啊，我们今天科学家对这个是完全不知道。啊，他对于佛在经上讲的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没发现。啊，真能成万法。可是动念呢？动念就是我出来了，起心宇宙出来了，动念呢，我就出来了。啊，我怎么出来的？自信清净圆明体里头变现出来的，这是什么呢？精神。宇宙是物质，啊，物质的现象，精神的现象出来了，但是。起心动念的时间非常短暂，可以说它同时出来的。啊，那个速度多快！我们度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就知道了。啊，佛问弥勒。这个世间众生有念头啊，有念了。在这个念里面，有几念，有几个心，有几个识啊？这个问题都是一般人问不出来的啊！啊，我们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啊，有几个心，有几个识？弥勒菩萨大福，释迦牟尼佛说，他是一弹指啊，举手弹指，这一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一弹指平常不讲一念吧？啊，佛就问这个了，这一念里有几个念？32亿8000年啊，八千是个单位，就是10万。32亿乘10万啊，这个数字我们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就是宇宙。啊，每一个念头都现这个整个宇宙。形皆有实，啊，形是物质现象，实是精神现象，啊，每一个形里头通通有精神现象，形皆有实。现在我们科学讲这个最小的单位是讲秒啊，啊，佛法里面讲弹指啊，那我们弹得快，一秒钟弹几次？啊，我们这样弹法，一秒钟可以弹4次。320兆，再乘上4。1280兆分之1秒，它的速度是那么快。这是什么？这跟你讲的是宇宙之间的真相了。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它存在的时间只有啊1280兆分之1秒，它只有存在这么长。那这个念头，这个形消失的时候，它第二个一起来了。它念念成形吗？你的念头不断吗？所以它这个形也就不断吗？啊，这个东西像我们什么？啊，有一个很相似的比喻，
我们看电影，你看电影的底片，放映机里面底片，啊，你把电影机打动，是这个机器打开，啊，那个袋子在里面转动，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念，啊，转动的就是念，啊，你看念里面每一个念，就是一张幻灯片。啊，这张幻这个念头的是这个时间多长呢？24分之1秒。啊，一秒钟24张吗？啊，现在佛给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是一秒钟多少张呢？一秒钟有1280兆张。你看那个速度多快。这说的真相啊。啊，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是24分之1秒。啊，我们眼睛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张了。啊，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的是什么东西？看的是相续相啊，这个幻灯片一张一张的相续相。啊，其实这个一张上面一张给下面一张，就像此地所说的如智相离呀，它前面一张不是后头一张啊，后头一张也不是第三张啊，张张不一样。啊，没有一张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在电影荧幕上所看的是一种相似相续相。啊，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则像张张相一样的。啊，它是相似相续相。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回过头再想想我们现实的这个宇宙啊，人生就是1280兆分之1秒的相似相续相。这真相啊。啊，所以在这个现象里面一发不可得，你真正能彻底放下了宇宙真相，你就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呢？障碍没有了。所以你得要不起心不动念，回归自信啊！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这是佛，设法界里面佛他修的啊，他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啊。修成功之后，设法界不见了，没有了，所以设法界也是个梦啊。行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佛法里面常讲的十报庄严土啊，诸佛如来啊，是真实啊，真实的报土啊，那不是虚妄的啊，也就是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是什么样子呢？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迷，跟华藏跟极乐没有两样。那是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天天在变的时候，有这么多苦难，那个苦难就像你看电影一样。
啊，你就不是电影里头的演员了，你跳出来了，你看到这个世界了。啊，你要是迷的在里面是，你跑到里头当演员去了。当演员说，他有苦你得受苦，他有乐你得受乐。啊，所以苦乐忧喜舍，你都感受得到啊。跳出来之后没有了。啊，苦乐忧喜舍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什么受呢？叫正受。正受就是三昧。正受就是如如不动。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叫觉了，那是智慧，叫智照。啊，智慧照见。啊，照见什么呢？五蕴皆空啊！你彻底了解了，这些假的不是真的啊。那电影哪是真的呢？啊，不是真的。那电影是不是人拍的？还拍的？那现在这个电影是什么？这电影是业力变现的，是众生业力变现的，业力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所以比那个电影还要假。啊，电影还有真正有写剧本的，有导演，有那么多演员去拍摄出来，这个不是的，这个没有那么多演员。啊，就跟万花筒一样转，它自然变现的。啊，所以发而如是，你在里头怎么会起心动念？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之后，这才真的放下了。放下就是此地讲的诸佛如是修啊，彻底放下呢一法不可得。有没有佛法？佛法也没有。佛在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说的那个法就是佛法。哎，释迦牟尼佛49年给你所说的一切法，你可别执着，你可别分别。你要一执着一分别，错了，完全错了。啊，所以佛法也不可得。哎，一切法都不可得，你才真得大自在啊。哎，你真的成佛了，不再是法界了。啊，设法界变成一真法界了。嗯，那我们要问了，前面所说的，执着有习气，必知佛断了。分别有习气，菩萨断了。起心动念叫无始无明，这名字用得好啊。有没有习气呢？有。所以华严经初住菩萨起心动念放下了，与一切法了，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但是他还有习气，所以还有18庄严土。如果习气都断了呢，都没有了呢，18庄严土也没有了，那变成什么样子？长极光土现象啊，长极光
佛在经上给我们形容的有一句话叫大光明藏，那就禅就，那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现前。啊，好像一滴水呀，回归到大海了，回归到自性了，啊，痕迹都没有了。啊，可是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很难断，然后你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妄念妄想那么多？你要知道，所有一切妄想都是一个一个接着的，啊，也是上面一个妄想跟下面不一样的，不相同的，啊，你自己以为是相同，所以相似相续相，啊，你才晓得这个东西难断。啊，所以《十报庄严图》里面，从习气后波现象不同，佛把它分成42个等级。啊，这42个名词就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40个。